他在睡觉吗？好了，来吧，出发吧。哇，现在睡觉了，玩一玩。PC 现在就刷租农装备、农素材，然后就等更新了、欸。啊，当初 PS4 也是这样子、啊。PC 当初好像最快是先那个、欸，对，好像是地平线的活动哦、喔。不是 PS4 说错了。这次 PC 好像没有地平线的活动哦、喔。我有，这个就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？大妈，可以，先往上靠，靠完之后按三角形跟圈圈，按下去之后呢，你的斧头会往上冲，冲完之后呢，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圈下圈，哇，不是吧，不是哇，哇，如来佛掌如来神掌，台主你好，我。想问，如果进去打怪时断线，那怪的攻击力、体力会不会变弱？不会。如果你的朋友已经进去了，再退出断线的话，那个怪物的血量和攻击力还是一样的、啊，就是变强的血量，就是这样。还在睡觉吗？这眼睛被闭起来啊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要断线了。是要断线了吗？它不动了。嗨，安安啊，断线了！世界奇观，各位，世界奇观，还有没有要拍照的？有没有要拍照的？快截图，截图！有没有要截图的、啊？那截图，你看，这个火龙都没有眼睛了，有没有？你看，这马厩都没去了，你看。生态观察、啊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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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你看，你看，人都卡住了。我真的已经进入一个 Zawarudo 的状态。你看，大家都停了。哇，我的世界好美好哦，超棒的。你看，我还是可以进帐篷，啊。哎，先生，你可以动吗？先生，你不要一直往我奇怪的地方一直钻啦、啊，先生，你不要这样玩啊。打不爆我的屁！你是不是按了什么码表？我没有按码表啊！会啦，会炸掉啦！我没有，会，这个要产生物理学。如果他真的停，我是被世界讨厌，是不是？被世界排挤了？嘤！哎，先生你好吗？我就不信！四个大爆局还不能炸，我就说你世界静止了，它不会炸开。啊！救命啊！快理我啊！没有人要理我。What the fuck！ 救命啊！一个人在一个世界，好孤单啊！你们到最后就 K 笑了，有没有？哇，砍好砍满了！哇，懵逼啦！怎么玩嘞？哎呀，嘤啊！哇，嘤啊！啊，有几条卡壳嘞？哇 ，skin 啊！哇，这个好猛，会不会砍一砍我就赢？这个会不会有人认为我开外挂？没有，本台正在开外挂。哎呀，没想到实况组都堕落了，开始开外挂起来。这个外挂很强，这个外挂强到有没有？连我们的玩家都一起暂停了。你看，哇，这个
这个连玩家都暂停了，你们看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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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我看看其他生态吗？哎，我们去看仓火。OK OK， 我们去看镜子的世界当中的仓火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到底是什么三小 bug？ 蚊子也不动。我懵逼了，看我懵逼了，这个懵逼了。打不死的蚊子。哈哇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哇哦，这个火龙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冰封在这边呢。对，冰封在这边呢，你看，在这边，然后火龙正在看着他，两个人等一下准备打架了。哎，没有没有。还有一些生物还可以动，你看这只，这只一定是穿越异世界的鸟啊！你看，这只还可以动，你看，这只鸟一定很特别，你看，连它颜色都不一样。你看看这只还可以动，你看超棒的，哇！你看，哇，这个都不啊，掉下去了啊啊！摔断腿应该没有人可以帮我医疗，我看一下、啊、水还可以动吗？你都没有血条，你怎么？我有，我有血条。河川啊、河川还会动啊，可是魔物都不动了、啊。还可以挖矿吗？我看一下，这样可以挖起来吗？我还可以挖矿。好奇怪呀、啊！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是有病的状态，这个是有病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有人说动物园没有，当那动物关太久，会有那个循环症候群，它会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。这个魔物被关在这个游戏里面太久，开始踢笑，往墙一直钻，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掌控，懂吗？各位，哦，好恐怖哦！你看怎么砍都不会受伤，你还可以挤它。哇，你看这个，这可以互动吗？看一下，哇！太棒了太棒了，对对对，好恐怖哦，这到底怎么了？你刚刚有人说用陷阱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先找到那条龙。你看整个世界很和平，你看连草食龙都不动了。哦，这个还会飞，这个桃源箱还可以。你看这草食龙，一个草食龙卡在另外草食龙的屁股里面。 OK， 这个画面不好说，不好说，这可不可以卡、欸、太扯了吧，卡多久啦、啊，哎、欸，卡了十分钟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画面继续卡普空给他们看一下？哎、欸，你们这个又不行哎、欸！然后鱼可不可以钓、啊？来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可不可以钓鱼？这过去不止十秒了吧？真的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在这边你再也不用担心突那什么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魔物？有点忘了，突击龙啊？不是不是，什么锤什么龙的，对不对？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来打扰你。你看，就有一只不断的往前走。哎、欸，这只还可以往前走哎、欸。哎呦哎呦，我看你可以走到哪边。OK， 我等一下看你这个走到哪。喂啊，鱼都哎、欸，鱼还可以动哎、欸。哦，这个鱼还可以动、欸，你看。哦，可以啊，我可以丢竿。啊哦，还可以钓鱼啊，还可以钓鱼，还可以钓鱼。这样代表还可以在这个世界存活，你可以钓鱼，可以吃东西。哦，粉色一彩鱼。OK， 好，那只已经走到撞墙了。哎呀！我可以，哎，我可以推他，哎，推别人下海干嘛？我要推他下海，推别人小孩干嘛了？我干，不行啊，这個。这太屌了！好，我们是做一个啦，看能不能放陷阱，好不好？而、啊、iPhone 还 OK， iPhone 还正常，卡不空。快点把这个游戏修好，好不好 ？bug 太多嘞、欸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看到这个场景，我真的是情不自禁。你看，连玩家到现在还是卡着，你看这个，这个还是在这边跑嘛。最后到底能不能放？没反应。
哎呦，我现在已经时间过去多久？我看一下，时间一样在倒数，你看。他没有餐厅。胜利或死亡，我选择死亡。啊